这把我也不知道用啥好。最近打都没有射手，要么就都被队友抢射手，我也不知道用什么。用黄忠吧，又怕被人针对。第一个直接选射手。啊，看来没有人选肉啊，看来。两个法师啊，寄生鱼和生亮，又有诸葛亮，还来周瑜。花花，哎呀，我看只能……哦，我操！你要孙悟空啊？好吧，我帮你抢吧。我们打辅助吧，来个张飞、庄周都可以。张飞。庄周，张辉，庄周，靠，没有张辉啊你啊！张辉，没有张辉吗？没有张辉吗？玩猴子，玩猴子，我感觉太那个了啊！我太能，猴子冲出去太容易死了，杀出去就被他干死了。在匹配还可以玩一下猴子，在这个，哎，没办法。再说队友也喜欢玩猴子，你说是吧？哪里玩打野都快啊！操，你们四个全开麦啊！我可不开，吵死了。有一技能，一技能有的时候会扔，那要判断准确。要是放不准，也啊，为啥这么猛啊，这么猛啊，我操要死了要死了。这才刚开始就把我打这么残血啊，你们。估计他们这边蓝 buff 应该是打完了吧。来挑我啊，等我说，说哟，我操，这么快就死了，你妈的太嚣张了啊。韩信卡了，要不然我就早死了。看到对面野鸡烂蛋，就是要烂起来的，好不好？
哎，我们家猴子玩的溜啊，现在哎没白给他啊，两个人头，没有白给啊，希望再接再厉啊，拿到20个人头，那我们基本铁赢啊。哎，你们怎么不打暴君啊？我操，看你们打暴君，我自己都没血了。感谢送金朵一弹，开包开包。我是寒冰。我操，他又要刷我了，他又要刷我了。没想到这个诸葛亮给我左躲右闪，根本挡不了那个火舞的那个村上香那一炮。铭文，川州还有什么铭文？猴子的暴击铭文，是吧？那个推荐里面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无双还有什么来的，忘了。反正都给他出10个就差不多了。猴子的铭文好像是满的。我操，没有大招了，我操，没有蓝了，我是大没蓝，要不然这个不会死，孙尚天不会死，孙尚天2次被我没给我救下来。你个死牛，竟然这样对我！妈个蛋疼！我刚想回个家，你又来喷我。猴哥这么猛，猴哥这么猛，这猴哥厉害了啊！就靠他带我上分了啊！哎，刚才谁要个请的开 K 呀？为什么我开个大，我怎么还走路还那么慢啊？烂死了，烂死了！
我哥要死了。猴哥没亏我把猴子让给他，是吧？上分就靠你带我了。找到你还信怕我吗？然后赶紧救一下孙尚香啊！孙尚香一个人孤军奋斗。这不爽，这不爽。无伤，隐匿，隐匿。反正我应该是凑齐一套，他在默认推荐里面的孙悟空、黄忠还有花木兰共用一套，共用一套名额呢。猴哥八连杀了他，牛逼啊，轰轰的。又是一阵乱度，哪个字不会打？隐匿，隐匿，拼音都不会打。你这局应该能赢了吧？猴哥这么给力啊。我个这么精彩的视频肯定要把它保存下来。读书少，我也读书少呀，连大学都没进是吧？要不然去大学吧。好妹子，扛住！韩信要死了，这么多人围着他，他不死。
我操，怎么每次诸葛亮都能打得到我？哎呀，老是被他打。让我打的是你吗？跟他邀请的，不知道是谁邀请我，忘了。醒了做梦。胡哥，我来救你了。你死了，就不好玩了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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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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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孙尚香跟我在一起就没有好事情发生。哎呀呀呀！打猴子，那你还不是说打排位一直掉段，还敢用猴子？要学这个猴子玩的是吧？我们这个猴子，看见没？十一连杀还没死一次啊！这个出装，他这套出装你感觉如何？你是不是用的他这套？打野刀还是小的打野刀吧，无尽战刃啊，那气血之刃会后面出是吧？那叫什么三宗师之力啊，那个玩意叫宗师之力啊。哎，打的还挺爽的，喂，这把还行哈、啊，我看孙尚香也可以嘛。哎呀，总算有一个人头进站。哎呦我的猴哥，你别死哟！最讨厌百里守约是吧？打了半天人也没见啊，给他打得那么惨，杀进去。哎，别打我！我还有个大招可以教给你们啊！猴子基本出装都差不多，是吧？怎么还攻不进去呢？强推强推，哎呀没人了没人了。哎，一波强攻下来还是没攻架啊，这个反刺吧，反正我都是皮糙肉厚的。哎呀，他们就不用反抗了，就剩一个水晶直接投了嘛，浪费大家时间。哎，可以再打一把了，顺便让这个猴哥他再带我一把，是吧？他一万三的经济了，他是不是可以出复活甲？十六个人头，太牛叉了啊！
打主宰去，打主宰去。先把主宰撸了再说啊，有主宰先不团，团也团不动啊，他们估计也会冲过来的。下路啊，下路有人偷塔呀，怎么办？回不回？回不回？我都带不动，我还要靠别人带，你看见？现在我还靠这只猴子带，刚才是谁邀请的？我忘了，是不是这个猴子？是这个猴子，等一下再邀请啊，不是这个猴子没法邀啊，估计再邀也邀不到这个猴了。都是打单排，单排以后看到有比较强给力的队友，下一把能邀就邀了，邀不到没办法了。花钱，我就这么干，我就这么冲进去，怎么地？嘿，我的天，这大招都打我身上是吧？就问你们后不后悔？输了吧，输了吧！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总算赢了。打匹配还可以，打排位我都打不动，输了一下午，看见吗？好不容易我这个积分都清零了一次，还有四颗星呢，掉了现在。怎么每次到这个结算这里都卡？这家伙玩的这么溜，肯定要保存下来呀，对吧？